你终于来了。怎么是你啊？怎么不能是我呀？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我帮你回忆一下啊，是你约我来还鞋子，约在这儿见面的，不对吗？对呀，你拿了鞋子走，你在这儿弹钢琴干什么呢？啊，我看你朋友圈分享过这首曲子，想着你应该会喜欢，所以找了个老师专门每天练，有点小天赋啊。你不用揣摩我的喜好，更不用费尽心思讨好我。是不是我怎么做都不对，就是看我不顺眼？对，我就这样。哎，你对我没有那个意思，你约我到这个酒吧来干什么？哥们儿，我有朋友在这儿工作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拿着你的鞋赶紧走。还有，把你手机里的视频照片给我删了，咱俩以后别见面了。因为我一见到你就会让我觉得特尴尬。你吃错药了，我原本以为你只是脾气差了一点，嘴巴硬了一点，才一直让着你。你有病吧？你有病吧你？删视频是吧？删了，以后我们老死不相往来。老死不相往来就老死不相往来，我再见你，我是狗。小子的酒量不行呐，才喝了一瓶半，你就喝不动了。叔叔，你在干嘛？啊，他不会喝酒，你干嘛要这样灌他？酒品见人品，我这个当爹的替你考验考验他啊，小苏。嗯，不是当初我带轩轩走的时候，你不是说以后我的事情你再也不管了吗？你今天干嘛又要管啊？浩宇。浩宇，你怎么样？走得动吗？以后别再让我看见你喝酒。浩宇，走，我扶你回去。这里。你还好吗？要不要给你倒点水啊？对不起。终于说出来了。为什么要道歉？因为很多事情。我都想跟你说对不起，爷爷、晨晨、公司每个人，我都要照顾好。我好累啊，我心里好多话都没有办法跟人说。谢谢你。季思乐，自从你住进来，我的生活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我现在这里是满的。我们可以一直这么走下去吗？全部记，多想我有天。
怕是只有这一刻，希望你今天所说的是真的。谁啊？我是思乐的大姑，侄女婿啊，开门啊！什么大姑？我们说错了。啊，大姑是……啊，我是大姑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们这大清早这是？哎呦，早起活活腰，一天精神好。瞧瞧，你瞧瞧，扛麻袋的小身板抖得跟筛糠似的。老齐家这女婿不行啊，是不行，完全是不行。不相往来吗？你以为我愿意？谁说再见我是狗来着啊？宋浩宇怎么就你一个朋友？别逼我让他没朋友。嫂子不也就你一个闺蜜，一点新鲜感都没有。你别跟我说。小宋儿。哦，妈。去哪儿呢？啊，刚思乐他大姑。哎呀，别管他们了，时间来不及了，赶紧换衣服去。哎呀，好。哎，萱萱。叔叔，你看我好看吧？萱萱今天很好看。叔叔开心吗？开心。萱萱在，叔叔就会一直很开心。嗯，不是应该因为要跟妈妈结婚才开心吗？对，萱萱说的对。叔叔，妈妈她哦，真的好好哦。萱萱很爱妈妈的，可萱萱却同意把妈妈给叔叔了，所以萱萱想让叔叔一定一定对妈妈好哦。好，叔叔答应萱萱，一定一定对妈妈好。嗯，叔叔真帅。乖，浩宇。哎，爸怎么了？来一下，有件事想找你帮忙。好，萱萱，去玩吧。